乜嘢系廉洁？等我话你知，正义诚实发展维护贪污要制止，案件修正措施修正，社区推广要达成。政工处又叫 ICAC， 是1974年成立，有三个部门合力打击贪污。执行处负责调查贪污案件，防止贪污处会睇下机构有咩贪污漏洞。社区关系处教育市民贪污嘅祸害。杯住唔上报，车礼物担保，坚守法则，拒绝迎合，你做唔做到？面对诱惑，记得 say no， 要谂清楚至去做。大家在学校有机会担任不同角色，例如班长、风纪、图书管理员等。如果同学唔乖，送礼物叫你不要出声，一定要拒绝，不可以徇私啊！又是贪污好平常，食嘢会肚痛好平常，住宅短装不分对象，若要雅忍忍多几样。厨师为赚钱买劣质食材，帮衬嘅食完实肚痛啦。当建筑业有偷工减料，起的楼都可能变危楼的。贪污带来这么大祸害，我们一定不可以容忍啊。香港有廉署，贪污无敌利，竭力查证确实回应错未来愿景，时代变易初心坚定，可为这家谢。Thank you.